个造型你受不了啊？为什么？我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知道的，你们老是喜欢强行把我捧太高，干嘛这样子？我其实还蛮希望你们就黑我的，捧杀真的是，你这夸我夸什么夸呀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我是那个嘴里面装了声。